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我和普雅，我们现在就是在科隆的 Paris Summit，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每年举办一次的大型的创业活动。所以这里为期两天的活动，你会看到很多创业者，包括投资人会到这里来。我和普雅呢，我们今天找到了，很有幸找到这里的 CEO Paris Summit CEO Tier 先生，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去找他接受我们的采访。你好 Tio， 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们中国朋友很多都很感兴趣，就是 Paris Summit 你们这两天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Yeah, sure. 你好 and nice to meet you too. We just closed the Paris Summit 15 minutes ago or 20 minutes ago. I'm still a bit pumped and excited. The last 2 days were just amazing. We had 2 days of adventures in startups from venture capitalists, from startups all over Europe. We had them here at the Pirate Summit. We had an amazing time here. I think about 500 participants, 80% startups and 20% investors. And so 48 hours of much fun and amazing networking. 接下来说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差不多500多个人参加，差不多80%是创业，20%是投资人，还有别的，所以就刚结束了就很那个紧张的一个活动，好，就认识到好多人，然后又好多好多人讲话，好多人就认识对象啊，很棒，那个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很热烈。然后 Tio， 就是我听说这个 Paris Summit 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的 Paris Summit 和去年和前年的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So we took it to the next level and we have an amazing crew behind it. We have around 30 helpers.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the quality of the attendees and the speakers. So I think we always top the year before. So we always deliver better quality than the last year. The attendees and the speaker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last year, and I think we try to make it better even next year. Yeah. 所以每年都我们就会这个活动。太有意思了。他说，当然每年都会想有更多的进步。这次，比如说组织的就更 professional。这次30多个人都帮助这边，都是免费的帮助，然后都是组织这个很大的活动，然后每次来的人也更厉害更好，然后更会互相帮助，互相那个讲话，互相就帮助会变一个更好的，然后肯定也明年会再更好，我们真的想不到怎么还会比这个还好。对，因为就刚刚我们也谈到明年可能会更好，那就是作为 Paris Summit CEO， 那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有新的一些想法，就是明年你觉得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 Paris Summit 明年的 Paris Summit 变更好？ I can tell you two things. 2014 will happe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attendees will be better and the amount of attendees will be lowerSo we will not aim at 500, not aim at 750. We'll make it even lower, but the quality will go up. 所以当然是想明年更好。然后现在可以说两个事情，一个是明年肯定会有 Paris Summit， 第二个是 Paris Summit 明年可能会小一点点，就不会那么多个人，可是人会更厉害、更好、更会有在一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下次的活动会少而精，就是控制数量，但是 quality 会更加好。What is thank you in Chinese? 谢谢。谢谢 everyone and cheers to China.
好，所以刚刚接受我们采访的呢就是 Paris Meet CEO Till 先生。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 Paris Meet 还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西班牙但是在北京创业的，所以接下来我和 Puya 一起我们会采访一下这个西班牙人在北京创业但是在科隆这次活动的一些经历和故事。那我们换一下位置吧，你可以直接扔下，我就配着你们吧。对对对，我们现在 Paris Summit 刚刚结束，然后我们在 Paris Summit 上面很高兴的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中国朋友Gustavo， 他的中文名叫塔博，那现在很高兴把塔博介绍给大家。然后想问一下这两天在 Paris Summit 你感觉怎么样？我很高兴我来了这儿，因为我以前我不知道这个 Paris Summit 是什么东西。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两个星期前在北京你应该来了，是很好玩，有很多 startups， 有很多新的 idea。 我来了的时候我记得我学了很多东西，见面很多有意思的人，所以我很高兴。你觉得对中国的这些创业，对中国的 startup 这个活动有用吗？有，对，我觉得有用，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 idea or startups 不是一个国家的东西，很多 idea 都是一样的，在这儿在中国你可以见面人和你一样的他们不会说汉语，可能但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可惜，我是第一个 startup 中国的 startup 在这儿，我们 startup 在北京人，我应该明年的时候应该需要中国的创业来了，应该是很有意思。我学了很多东西这个两天。好，那塔博你在科隆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想问一下你觉得科隆创业的环境或这个氛围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环境很好的，他们帮你一筹的很多，他们有很多 events， 他们有这个 co-working space start plots， 他们每个星期每个两个星期见面说 OK 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在北京比较好我们是比较多所以我要也帮我创业在中国，我在北京我们可以学了这个东西在中国来了。非常感谢你塔博，作为一个西班牙人然后在北京创业这么努力，然后我们希望在明年这个 Paris Meet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中国脸孔。那好，我们再次谢谢塔博，谢谢你参加我们的 interview， 也谢谢 Puya。 那我们下次会为您送上更多的关于科隆创业的故事，也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谢谢大家。